唱天津快板啊？你说什么？他没唱天津的过门啊，走。哎呀，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？可偏偏有人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，我冤不冤呢？我什么时候唱过？竹板这么一打呀，别的脏不夸，哎，夸一夸，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，中国足球队员，以往人牵挂，几代人前赴后继，青丝变白发，哎，进入世界杯，我看谁都不可怕。蒙古、巴西、土耳其，还有哥斯达黎加，咱们都不服他。常常听他们上比利，大伙说好吗？那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我本来想和你说说话，怎么变成快板了？冯巩跟我比是天上地下，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个唱家？他音也唱不准呀，声音还沙哑，就好像那个北极熊呀，疼